大家好。我是邱威杰哦，但是大家知道我大部分都是知道“上班不要看”的瓜吉这个名字啦。那我现在目前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在网络上拍各种有的没有的影片哦，有的很智障啊，有的很假掰，那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内容了。那很多人呢就会因此哦传私讯来问我各式各样的问题，毕竟我累积了一些影响力，也越来越多人认识我。通常来讲，他们问我问题的时候呢，大概都最常见的50%的问题都是。我该怎么样做我的选择？那我这样做的话呢，人生会不会这条路哦会不会浪费？会不会白费？或者是说呢，砍掉重练的代价会不会很高？类似像这样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非常的多。那每次呢，我都必须要用3到5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毕竟我的时间非常有限。可是我内心都会有个缺憾，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复杂。如果要我回答的话，我会希望可以从我的小学的时候开始讲起。小学 我念小学的时候、哦、那时候大家都会写一种作文，就是我的志愿。那个时候呢，大部分人写的志愿可能是我将来长大要当总统，我要当太空人，我要当科学家，都是充满梦想的一些选择。那小时候我的梦想呢，是想要当一个企业家，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崇拜我爸爸。对我来说，我爸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我爸爸在我大概小学的时候，也是他差不多30岁出头的时候呢，他才开始创业。他创业的时候，用我们家30平的房子呢，作为他创业的基地。所以我记得我们全家五口都挤在我们家的这个。一个主卧室里面，主卧室以外所有的空间都是我爸爸的办公室跟仓库，所以当时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一点拮据的。可是我觉得我爸爸那种生活过得非常有梦想，我觉得我也希望有一天跟我爸爸一样当一个企业家。但是呢，这件事情到我高中的时候有一点改变。我高中的时候考上了建中，那我爸爸非常的开心，我爸爸一直都非常重视我的教育，所以呢，他一直到我考上建中，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调查建中到底有哪些社团。他调查完了之后，他回家跟我说，建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社团，他认为我参加两样就好，一个是辩论社，另外一个是这个电子计算机研究社，因为他觉得这两个社呢是最有前途的，对我的未来最有帮助。他认为你其他的东西都不用参加，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我才刚刚考上高中一年级都还没有入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个时候大概是将近30年前，他跟我说，25年前左右，他跟我说，你。这个大学联考志愿就填材料科学，那是在25年前哦。你知道吗？如果25年前我真的听了他的话，填了材料科学的话，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工作可能是在台积电或者一些晶圆厂。然后呢，我现在已经差不多退休了，因为在那个时期，如果我加入像这样的公司的话呢，我应该可以领了一大笔，然后直接告老还乡，非常的幸福。所以我爸爸真的非常的有前瞻。可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非常的进入青春期，非常的叛逆。我认为我爸爸代表了体制，代表了规则，代表了威权，所有负面的一切就是我的父亲。而且我觉得当时我的状况是我非常讨厌我的父亲，因为我觉得我父亲他一直都过得不开心。而我认为当时以我高中生的一个心智，我认为我父亲过得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不适合他的道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人，我们这个家族都有一些浪漫的个性。其实事实上我现在在做拍影片嘛，我妹妹其实是在美国做这个动画，我弟弟则是一个画家。其实我们全家，像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曾经也说过他有想要拉小提琴，所以我觉得我们全家都有一个艺术家浪漫的个性。可是他为了做企业家这件事情呢，扭曲了他的本质，所以我一直觉得他过得不开心。所以我开始觉得打死我都绝对不要走上这条路。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呢，我没有加入辩论社，也没有加入这个电子计算机研究社，我加入的是戏剧社。然后呢，而且我在高二的时候当上了社长。我当上了社长之后，我马上就觉得说，哎，因为既然当上了社长，一般的这个高中生呢，都是就是在社团活动里面，都是目的是为了联谊啊，为了开心的过他的校园生活。可是当时我内心想说，我都当上了社长，我总是要了解一些职业的情况吧，所以我就参加了职业剧团的甄选。然后呢，很不幸也很幸运的，我居然选上了。结果后来因为选上之后，我在这个职业的剧团圈过得太开心。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要休学一年，我想要专心做剧场巡回演出的工作。老实讲，这是在25年前时候的事情。虽然现在很流行所谓的 gap year， 就是你可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段就是中间休息的时间，尝试去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现在很流行这个观念，但是这是25年前，简直是大逆不道。哦，大家觉得你好不容易一个好好的小孩子考上了建中，为什么不好好的念，然后考一个？清大、交大材料科学 的这个学位，结果呢，你居然说你要去从事剧团巡回演出的工作。
不过 我必须很感谢我妈妈，我妈妈那时候为我承担了非常多家族的压力，她答应让我去做这件事情。虽然这个过程并没有非常的顺利，我是经历了好几天在地上打滚，一直哭着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就要去自杀的历程，我才终于家庭革命，然后我妈妈妥协让我去做这件事情。后来呢，大概持续了差不多15年左右的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我在差不多19岁的时候呢，我办了我人生第一次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剧场演出。然后那一场演出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所以那个主角也是我自己，然后记者会也是我自己发稿去办。因为当年呢其实并没有所谓的 email 像这样这么方便的东西，如果你要办记者会的话，你必须自己写新闻稿，然后呢投稿到这个放到那个中央新闻中央社的那个信箱里面去，然后呢他才会发稿给各大媒体记者，然后你要一一打电话去确认说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这是我在19岁的时候做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过得非常的开心，我认为我在走在一个向上的人生当中，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是我这样想。可这件事情在我差不多30岁的时候呢突然之间破灭了，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参加的剧团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丑闻，一些大人的理由导致这个剧团不得不被解散。被解散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很有正好发生同一年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相隔了10几年，我的建中同学突然之间说要办就是第一次的高中同学会。我还记得那时候我非常的兴奋，因为10几年没有见到高中同学了，所以我就想说啊，可以见到很多有趣的老朋友，我就去到了现场。去到现场的时候呢，因为毕竟是建中的同学嘛，每个人都非常的优秀，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律师就是会计师，有的人甚至已经是4A 的，可能是的一个这个资深合伙人，然后4大的资深合伙人啦。然后呢也还有一个同学，他那时候才30出头而已，他已经年薪超过3500万台币，是一家银行的财务长。他在那个这个同学会结束的时候呢，他是打个电话说喂老王请你到门口来接我。哦，是像这样30几岁就非常的有成就。我那时候内心突然之间觉得非常的沮丧，因为我觉得到了30几岁，我本来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没赚到钱天经地义，可是我的剧团也解散了我并没有什么真的值得骄傲的一个成就，然后呢钱也没有赚到。我当年是建中同学里面最笨的那个吗？没有，我心里一直都觉得我是最聪明的那一个。那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田地？我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当时就跟我剧场的一个同伴，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跟他说我觉得我要回职场去上班，我要从头从一个上班族开始做起。那时候是我30岁左右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跟我的同学这样讲，我跟我的朋友这样讲，我说如果你希望我继续在剧场在艺术这个领域里面跟你一起努力的话，你只要说一声说一声希望我留下来跟你一起奋斗，我就会留下来，我这样跟他说。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就看着我离开去当上班族。我觉得他之所以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像是男女朋友在分手，就是我好像在跟他说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告诉我叫我留下来，可他只是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可他之所以什么都没有说也是因为他爱我，所以他放我自由我觉得是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在30岁那一年人生第一次开始当一个上班族。我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杂志社的编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在一个那个电脑杂志就是 PC Home 集团，我想可能有些人还知道这个杂志社。那那个时候那个杂志社是属于一个集团叫做城邦出版社，那城邦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出版集团那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出版社，像是商周啊 PC Home 啊尖端啊很多很多的出版社在里面，几十个几百个。所以呢我们常常在那个大楼里面，然后搭电梯的时候我们都会猜一些不认识的编辑他可能是哪一个出版社的，因为每个出版社的风格不太一样嘛。譬如说像 PC Home 那一层是在7楼，7楼都是一些电脑杂志，所以那一层楼特别的臭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在搭电梯的时候我就遇到另外一个杂志社的编辑，他看着我打量了一下说你是 Mens Uno 的对不对，我内心有一点雀跃，他居然没有觉得我是电脑杂志而是潮流杂志的编辑意思应该是个赞美的意思了不过这个工作严格讲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常的让人兴奋，因为老实讲一个杂志社编辑的工作，当时我的同事几乎都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我已经30岁了还在做这个工作，薪水也不是太高，社会地位也不是很让人就是受到尊敬，所以我有一种我到底在做什么的感觉。但是一年之后我获得了一个机会，是可以到一家游戏公司当一个专员也就是那个公司最小的一个职员。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我之所以获得这个机会呢，是因为我在剧场工作的时代，我曾经认识的一个活动公司的朋友，他觉得我的性格非常好，但他也只知道我性格非常好这件事情，所以他推荐了我这个工作，不管我有没有具备这个相关的专业。但是不论如何，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立刻说好去那个公司。那因为他的强力推荐的关系，所以他的老板就帮我安插了一个位置。可是当时我进到那个公司的时候，我的直属的 老板跟我周遭的同事其实是非常不喜欢我的，因为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值得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能力的一个经历，说明我可以做游戏公司专员的这个营运专员的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资历。他们觉得我根本就是一个，你知道吗，老天掉下来的一个包袱。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不论如何我要想办法证明我自己的能力。我还记得在两个月之后，有一天我老板平常都是负责要跟一些外国的客户接触，但是因为那一天他非常的忙，他临时有别的事情，所以他没有办法参与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他就问现场说，有谁觉得他有办法去参加一个这个和这个外国厂商开会的一个工作。当时没有人敢讲，因为没有人英文自认自己很好。那时候我就举手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事实上我的英文呢，也就是跟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差不多，也许再好一点点而已，我也没有在外国留学过，所以我完全就只是一个凭着一个人的勇气，我就举手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呢因为我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开始写剧本。我在想象我跟这个外国人见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有点像是玩 RPG 的时候出现对话选项一样。我开始写各种对话选项，我觉得我遇到他的时候呢，我要先讲一个 opening joke， 就先讲一个开场的笑话，暖场，缓和情绪、哦、然后呢，接下来他有笑没笑，我可能要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呢，有不同的对话的时候出现不同的选项。我先写出了中文的剧本，我用我20到30岁左右的时候剧场经验，我写了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剧本。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些这个剧本翻译成英文，然后我开始背它，我很用力的把它背了起来。结果那一天的开会非常的顺利，那老板也非常的满意。后来他就给我了一个机会，他让我到华盛顿去出差，然后在那边待一个月，然后去负责跟这个厂商交涉。然后后来一个月之后呢，我拿到了一个$500,000的案子。那个时候打败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包含像是游戏橘子，还有那个智冠，一些非常台湾一线的游戏公司。所以我因此在公司里面立刻就是突然之间变成很受重视的一个新人。我在半年之后就升为副理，一年之后我就升为经理，然后10年之后我后来成为一家外商手机游戏公司的台湾最高营运主管。这是差不多我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我做到了这件事情。我那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虽然好像我在剧场时代的工作好像一开始乍看来讲对我后来的职场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可是莫名其妙的他的一些技能其实还是给我带来一些很重大的一些影响。但是到了我在职场工作差不多10年之后，我有一天回头去想，想我20到30岁左右的时候，我想当艺术家那段人生，其实我很认真的想，其实我当时之所以会失败，虽然除了一些我可以怪罪给别人的理由之外，其实我自己也有犯错的地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我认为我只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像这样的一个浪漫个性就够了，因为艺术家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有一些东西是不能任性的，你只能一步一脚印的去累积，有些专业的东西绝对不能疏忽。可这个是我在没有经历职场经验以前我所不能理解的。我还记得到快40岁左右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跟我的老板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我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10年的职场经验里面我经历了7、8个不同的老板，我跟每任的老板的关系都非常好，都是好朋友，到现在都还可以一起喝咖啡吃饭。但是我摸着良心讲，我从来不曾发自内心100%的认同我的过去每一个老板，他们都做过一些蠢事，做一些我不能认同的决策，但是我自认我是个 EQ 很高的人，所以我还是100%执行他们的策略，只是我内心没有办法100%认同。所以如果我想要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话，我不能靠这些人，不能靠这些老板，我只能靠我自己。所以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那我应该要出来创业才对。但是一开始要创业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我想要开一家游戏公司、哦、因为我毕竟在游戏业待了10年嘛，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 no brainer， 就是一个你知道吗，想都不用想的一个决定，我就是一定要就开一家游戏公司。可是开一家游戏公司呢，好像乍看是一个无脑的决定，可是我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因为通常在创业的时候你必须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创业的题目到底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只要你去做了你就是市场领先者，
还是这个东西呢已经有人做过了，可是你只要做了的时候，你具备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你可以打趴你的竞争对手。你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其中之一，你才可以去做这个创业题目。可是游戏业我有吗？其实认真的想一想，没有。原因是因为游戏业跟很多人都以为游戏业是一个创意产业，它是，但是也不是。因为其实游戏业呢，它跟这个好莱坞电影工业非常的像，它是所谓的 hit driven 的产业，就是大作导向的产业，也就是一家电影公司或是一家游戏公司十款作品都亏钱亏到脱裤子都没关系，你只要最后一款有赚钱，前面九个失败的全部都可以赚回来，这是游戏公司跟电影公司的一个常态。所以其实在游戏公司或电影公司里面，你说什么样的作品会红，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这也是创投公司不喜欢游戏公司或电影公司的原因。然后当时我虽然已经有在找到一个金主，他愿意投资个我三四千万，可是我认真的想，三四千万开游戏公司真的是一个对的选择吗？其实不是。原因是因为开发一个以手机游戏来讲，一个十五人的团队一年差不多就是烧掉一千万，开发完一款游戏，然后三四千万顶多我自己再加一加，加到五千万好了，它代表就是我大概能出三款游戏，然后再加上一点点钱可以去做一点行销推广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也就是我只有三发子弹，我打不出十发的，也就表示我根本不具备足够的竞争优势，那这不是一个好的创业题目啊。所以我必须重新思考我的创业题目是什么。我突然之间转念一想，其实在游戏的工作经验里面，我突然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五年前大家在做行销的时候，大家都是 exposure base， 以曝光为基础的行销方式，就是当我想要推广一个东西的时候，电视广告砸越多， GPRP 点数越高，就表示行销的效果越好。可是我觉得最近这三年大家开始想要买的是影响力，可是呢，这三年来我觉得影响力供给的单位是非常匮乏的。举个例子来讲，一款 A 级的行销游戏， A 级的游戏，它的行销预算可能是1亿元，以前都是砸可能三五千万在电视广告上，可是现在电视广告二十几岁年轻人已经不看了，像神魔之塔它完全没有花一毛钱在电视广告之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要找一些网络上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有些人哪些人可以找呢？譬如说浩浩好了，浩浩他一次的这个业配费用搞不好可能是20万左右，那20万左右可以买几个浩浩？可以买500个。可是市场有500个浩浩吗？没有。我当时突然之间想，那对，那我就应该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市场有空缺，我应该来做。所以我就突然之间想说，那我来做网络影片好了，我当时内心这样想。可就在我决定这个创业题目的时候，我突然转念想，这实在是一个太有趣的事情了。因为拍网络影片对我来说，它就像是把我30岁以前想要当艺术家想要创作的想法，然后结合了我30到40岁之间的商业知识，结合起来，共同结合起来的一个创业机会。我突然觉得这一切好像是一个命运一样的东西，而且不知不觉的到了我40岁这一年，我小时候一直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要成为一个企业家，不要创业，不要像我爸爸一样。可是到40岁这一年，我最后走上了跟我爸爸一模一样的道路。我想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人生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没有什么选择一定是错的，而且砍掉重练的代价从来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高。我认为大家想要做什么，只要你觉得你喜欢，你有这个兴趣，你有这个热情，你就应该去尝试看看。因为不论何什么时候你都可以重来，而且这些就算重来的事情对你来说都会有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重要的帮助。谢谢，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